由于啊，作为我们这样的一个老师团体啊，这是第一次到这样的一个道场来为大家呀、讲一些学习心得体会。实际我们所有的老师啊都诚惶诚恐，非常的担心在仪轨方面，在作为方面不能够如理如法。我们的老师啊非常的辛苦，昨天从这里也非常的慈悲，昨天从这里离开之后啊就驱车前往鞍山。在鞍山的玉佛院那边呢，也有一个依照老法师尊主的这样的一个居士，大家每天在持诵佛号。我们这些老师啊非常的慈悲，不顾自己身体的劳累，驱车前往，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支持着，去鼓励着，去感召着我们所有遵照老法师教诲的佛的弟子，好好念佛，好好做人，好好做佛的弟子。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啊已经11点多钟了，而我们的陈老师啊还没有得到休息。我们讲啊说鞍山人有福气啊，鞍山的一个教育方面的一个领导在等着我们的陈老师，在探讨如何在教育方面把我们传统文化用于我们的青少年教育，这是多么大的一份功德，让我们用掌声感谢我们陈老师。在昨天我们去到鞍山的这个居士林的时候啊，我才知道一直啊来为我们这个讲师团做服务的有一位老师啊，就是大家没有注意，就是尹静老师，来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尹静老师，就是我们鞍山人。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到他呢？因为在那个居士林啊，我们看到了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爷爷，那种幸福的状态真的让人羡慕。作为尹老师啊也追随着陈老师一起来做这样的公益的事业，帮我们做这样的组织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的大会，让我们这次的活动得到圆满。让我们用掌声感谢他好吗？他的年龄啊非常的小，但是他的福德呀，他的品性啊，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就是深刻的落实了《弟子规》以及佛弟子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都知道，在当今社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青少年的教育问题。青少年的教育如何来开展？传统文化以及佛祖对我们的教育是否能够影响他们、感召他们？那么在这次呢，我们的讲师、我们的老师团里面呢，会有一位啊年纪最轻的老师。这位老师啊，昨天我们在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金老师啊，我明天我不想讲。”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这是第一次啊，到这样的一个庙里，到这样的一个道场里来讲，我担心一个内容，我在何菩萨面前，我如果讲的话，得罪了何菩萨怎么办？”我跟他讲了，我说：“佛菩萨呀，不会那么小心眼的。各位想一想，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就如此小心眼的话，你不去尊重他吗？”佛祖是如何教会我们的？一沙一滴一毛一尘之功德都救你脱离苦海，都消你无量罪业。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想。那么他今年多大年纪呢？我告诉各位，他是一个90后，他19岁，
而且今天就是他十九岁的生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刘文荣老师，他带给我们的专题是关于一个九零后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专题，让我们掌声有请。各位长辈、各位大德、各位老师，大家阿弥陀佛。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牛文荣，今年十九岁，是一个学生，来自河北省廊坊市。大家肯定会想，一个小丫头片子，他有什么可讲的呀？其实大家都别看我小，在这个做坏事方面来说吧，我什么都干过，可以说是个全面人才吧。在讲这个全面人才之前，想跟大家说一个小事情，也是上天挺眷顾我的。我在四年级的时候就稀里糊涂的归了一，我归一之后呢，就是小嘛，在四年级十岁我就拿着那个归一证，到哪儿都有人说看小居士，我就升起一个傲慢心，我就把那个归一证呀天天装书包里拿去学校，我就站在讲台上跟我所有的同学说，我说你们有几个姓，他们一个呀，就一个姓，我很傲慢的跟拿着归一证说，我告诉你们，我有两个姓，我说我不但姓牛，我还姓氏。他们就说那个你为什么姓氏啊，我说我皈依了，他说啥叫皈依啊，我说有学佛，他说啥叫学佛呀，我就是很快就要成仙了，就会飞的那种。小时候天真嘛，就这么想，一直到昨天听了陈老师讲，我才隐约的明白了那么一点，不是会飞。下面我就接着讲，为啥我说自己是个全面人才呢？第一点就是从小时候说起。小时候呢，我为什么做这么多坏事呢？因为我思想错了，价值观错了，扭曲了。我看到别人打架，在学校看着别人打架，而他能打，我为什么不能打？我就拉帮结伙打架。看到别人浪费东西，我也跟着，我又不是没有，父母又不是没有给我零花钱，他能浪费我凭什么不能浪费，我就也接着浪费。到了大一点，看见别人有男朋友，我就说这人长这么难看都有男朋友，我比他长得我说以前挺自恋的，我说我没有不行，丢脸，然后我就也找。记得在上中专的时候呀，我宿舍有一个同学，他呀是从来没有洗过一双袜子，为什么呢？一个是懒，一个是就说你看我不洗袜子，然后我就看到了穿一双扔一双，哎，我就也跟着学穿一双扔一双，然后就出去就跟别人炫耀，你说你有这么多钱买这么多双供你扔的袜子吗？我说我有，我就跟你炫耀，就是。这个价值观错了，所以说思想一错，那什么都错了，结果这个行动就更别提了。到了小学，不是从中山，从小学开始说，到小学，就在班上捣乱，那时候是那个胆子小，没有犯过太大的过错。到了初中呀，胆子大了，然后人也长大了，可能就是所谓的恶缘成熟了，我就反了天了，在学校。只要我在班里上课，那老师都头疼，没有上过一节书记的课。他们，我们老师当时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我们每来你们七班上课都得鼓起勇气向教室拜金。当时老师们说，就说何不能给我们吃片药，让我们在这睡觉才好呢。然后呢，就是有时候还把老师气哭了。那时候没感觉有啥的，不尊敬师长，就是现在我们中学生都不用说了，他好好学习的学生他都不尊敬老师，别说我们这批就是倒刺头了，都没那么说。老师气哭了，我还挺高兴，得意洋洋的说：“你看我能把老师气哭。”也因为那时候学校流行拜那个干姐们，流行拉帮结伙。然后我就行，
那个行为更加放肆，有人给撑腰了不怕了，然后就开始在学校抽烟呐、喝酒、打架，然后酒吧啊、歌厅，看谁不顺眼就，是走路的时候看人家不顺眼就找借口把人家打一顿，也是心理扭曲吧，然后就经常打架，然后经常去校长室，然后校长就跟我说，你说一个男孩子打架什么的我还能理解，他说你们一帮女孩子，你说你们这天天干什么呀，乱七八糟的，那个学生不像学生，孩子不像孩子的。我说当时不知道心里为什么有这么多怨气，我就跟校长说，你说我来上学，我说我交学费了，我交钱了，我说你们的工资有什么都是我们发，我说管着吗，然后这么说，然后把校长气的呀，当时哎呀都说不出话来了，然后呢弄得我也没有中考，就是不考，我然后就选了一个母亲让我上高中我也不上，就为了跟母亲斗气，不上，你让我上我就不上，然后就上了一所中专，学的是学前教育，学的是幼师，然后到了中专吧，我跟因为从小养成这种霸道的行为、傲慢的行为，到了中专，一个宿舍的人没有我打不到的，就说跟谁都打架，宿舍是六个人，然后人家中午午休的时候，人家都不回去，都怕跟我有什么骂人家，这都说不过我，好多人，然后还挺损的，还就是学校有什么小事儿啊，不合理的小事儿，或者是我看不上哪个主任啊、老师啊，我不上校长那儿说去，我怎么着呢？我打那个省教育厅的电话，因为我在石家庄上的学嘛，我就打省教育厅的电话，我打电话，我就说我们学校怎么着，怎么不好，怎么欺压学生，然后。没过一会儿，那个省教育厅的记者呀、电台的就抱着那个摄影机就去了，然后当时特别有成就感，我们就整学校打架，就这个那个什么去了之后，然后主任肯定知道是我们这一帮弄的呀，然后他就一个80岁的我们总校长，法律顾问是80岁，他就去了我们宿舍就说。因为他是好像是党员，也挺老的了，接受教育也跟我们这不一样。他就说：“你知道吗？你们这现在做的行为是反革命，说我们反革命。”我当时我说：“啥叫反革命啊？”根本就不明白那个校长说那句话，说反革命，反就反吧，反共产党，现在共产党太不抓我了。然后这在初中没有，也是因为打架什么的，然后没有上完那个中专，校长就跟我说，小牛啊，那个你，反正咱们也快毕业了，你提前回去休养这段时间吧，我提前给你分配，人家都学习好的都分配，提前给我分配。然后校长那天把我送到火车站啊，送到我说行，他说毕业证给我绝对给你，你就别担心这个毕业证的事儿。然后我说行，我说一看咱这事儿挺好，我说有的就是挺难毕业，我说提前毕业，而且还给分配工作，然后我就走了。走之后，校长把我送到了车站，我说你走吧，我说主任你走吧，你干嘛看着我？我说还对我不舍，还让我回去。校长说，我看你舍得，可不是。说我看你上了车，等到那个车开了，我说哎这样吧，肯定行，永远不要再见，肯定能行的。看我上了车才走，你说。这是在那个学校一些过错，这是然后就我就回到家，在我们市里边找一所幼儿园啊，是就开始实习。到幼儿园了吧，不好好教学生，其实这个老师啊不这么好弄，我现在才明白，你自己在学校欺压老师，到了那儿肯定也让学生欺压。不过我从小养成个霸道的心理，他欺压我就跟他做斗争，我就不怕小孩子。四五周的孩子最不好教的让我教，小点的孩子一两周多的孩子他就小，你吓唬吓唬他，他就不敢对你怎么着了。再大点的孩子快上小学了，学前班的孩子他懂事了，他怕你告诉他爸妈，他也不敢怎么着。最难教的就是这种中间的这个中班的孩子，四五周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了，你捅他一下吧，他跟我说哎不老师打我呀，不能打人，你说下去吧，哎老师骂我，最不好教了。
然后我就到班里，他们早上来的时候就说：“老师，牛老师早上好。”然后就说了一句，我心想：“这啥玩意儿啊？就说一个早上好。”然后我就过去，我就跟全班的小朋友说：“我说从明天开始啊，我挺厉害当时。”然后我就说：“我说从明天开始，咱们来到学校，别光说卫生好，加个那个飞吻。”教小孩这么小就教他飞吻，刚开始觉得没有什么关系，飞就飞吧。西方不就主张那个接吻是肉体接嘛？然后我就骗，好，这家伙可好，天天我们女孩男孩对飞。我说这可坏了，当时呢，家长呀，园长啊，都说你看小牛。多有品位啊，说有品位，家长他也不说我，我就感觉哎，我做的挺对。这在幼儿园第一个过错，第二个过错是什么呢？我教孩子听那个流行歌曲，而且我以前有点轻微的抑郁症，我最爱听那种悲伤的歌，我就给孩子也听。刚开始，你说他听得懂吗？他听得懂，别跟他小。刚开始我也没有察觉，我就感觉哎，我痛快就行，我听歌曲在这儿，我就让他们听那个歌曲。刚开始听的时候呢，他们没什么，该打打，该闹闹，该说说，该玩玩。但过了那么几天，都安静下来了，不用我拿着裤子在这噼里啪啦的敲了。我说这是咋回事啊？我说难道我的威力有这么大吗？我在那一坐，他们就不说话了。然后我就叫了一个孩子来，是我班的班长。特别机灵，叫兰迪。然后说兰迪呀、啊，我说你们怎么了？我说怎么也不玩了，也不说话了，那么多玩具，我说你们怎么不玩了吗？他说，哎，他的父母说，老师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闹心呐。我说你知道啥叫闹心吗？哎，竟然把四周的孩子教成这样。我19得抑郁症，他几岁就开始得。我说这个，我说这10后的孩子让我教成这样，你说以后的孩子能变成什么样？比我还得疯狂肯定。我就没学《弟子规》，根本就不知道，我就感觉这是时代的进步，我就这么想。然后结果是在幼儿园，在家里呢，大家可想而知我有多霸道。我爸妈父母生我的时候呀，那时候就想要一个女儿，以为女儿贴心，女儿听话。哎，我记得我妈跟我说了一句话，还不如不生你呢。我现在知道是为，哎，生我的时候呀，快40岁了，可想而知家里边有多疼我。那时候就想要一个女儿，所以才生的我。40岁生的我，然后尤其是父亲。这个父亲疼爱女儿啊，一点错都没有，特别特别的疼我。而我怎么回报父母呢？每当我妈说我的时候，没有好脸，没有好话，那损话多了。我妈说了一句，我横能说10句，不解气，说10句都不解气，就跟我妈这么顶。我妈当时没话说，顶了我妈没话说了。然后那时候我还不解气，没话说我都不解气。我父亲怎么疼我呢？一直到现在学了传统文化之前，我的袜子是我父亲给我洗，从来没有洗过，不会洗。我睡觉的被是我父亲给我叠，更不会叠。叠被不可能让我叠被，杀了我吧。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家都住5楼，我父亲已经40多了吧，5楼呀。我那时候是6岁，长得也挺高的了。我父亲溺爱到什么程度呢？把我背到了5楼，每一次都是背下来背上去，背下来背上去。我跟大家说我父亲这么疼我为什么呢？我就跟大家说明一点，即使我父亲这么疼我，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骂我父亲，大呼小叫对我父亲，从来不想我父亲的感受。有一次在学校打架，把人家打的就是人收保护费，那时候在学校我们自己有钱，为什么收保护费呢？找那种感觉，找那种刺激。然后收那个保护费，欺压这个学生，不交就打。
把脸打的耳膜穿孔，当时不叫啥叫耳膜穿孔，就说好像是半边聋了还是怎么着。然后我同学说了这么一句话，昨天我才想起来，说主任找他不能让学校承担这笔费用啊，赔钱做手术，让我们这个啊就找我们一帮啊。我当时我的干警就说，我告诉你主任，没打死他是我们对他的恩赐。以前哎呀，我说我真佩服你，我说我咋就没想到这句话呢？其实现在想想，真太恶了，真，你凭啥打人家呢？你凭啥把人打成残废呢？你赔钱不要紧，人家这一生的幸福你就这么给人家糟蹋了，你明白吗？人家还是个农村的孩子，就这么饿。说到要是还回来说家里了，我就对父亲这样骂我父亲。哎呀，我父亲知道这事之后，然后我特别特别生气。那时候父亲第一次打我，打我的时候呢，在客厅那边，父亲不知道打哪都舍不得打，然后他想踹我一脚，踹我脚能踹哪儿呢？怕踹哪儿能踹漏了一脚。然后就他踹我的时候还把鞋脱了，还把那个鞋脱了，怕踹漏了，直接拿脚脱，直接拿脚踹，这么疼我就没闹不高兴，我就骂父亲就，就没，要再不学这个场景话，我看我也该动手了。然后其实好多家长不理解我们90后的孩子为啥这么难管。一个是有抑郁症，一般90后的孩子，我们有时候在一块交流的时候，因为我看过心理医生，都明白都有抑郁症。然后，现在90后，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知道不知道？现在网络上传流一种叫非主流的东西，大家知道吗？可能对我90后的孩子都知道什么叫知道是吧？可能都知道什么叫非主流。非主流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它是非主流是以悲为主，是90后孩子弄出的一种以悲伤来就是来迷惑大家的一种方式。它的制作方式或者图片的服饰的或者影片的非主流都是以冷色调为主，黑蓝或者灰色，听的都是悲伤的歌，这是我们90后孩子整上去的东西，让人一看都一种郁闷的感觉。就是我以前也这样，我看见别人高兴我就生气，我看见别人什么着哭了哇哇大哭了，突然在那不说话特别郁闷，来我就特别的高兴。我不知道为啥，有时候在大街上走着，我看了俩人走过来，咱有说有错的，非得过去跟他说两句，把他聊得郁闷了，我才那个什么，才高兴。我就是以前就是听就特别喜欢那种悲伤的东西，什么歌啊、影片啊。我看那导演拍电视，我拍那个欢喜的电视大结局，我就骂这个导演什么玩意儿，估计应该怎么妻离子散，就那样我才高兴。这是90后。然后在家我从小有这个写日记的习惯，写日记那时候我们心里的话没跟父母不能说，跟同学有的事儿不能说，跟老师不能说，跟谁都不能说，只能把我们心里边的抑郁写在日记里边。我母亲呢就偷看我日记，偷看了好几回，即使母亲感觉上她偷看我日记完了之后，把那个日记放的完好无缺，以为我们跟以前一样放，因为我们看不出来。其实我在座的我看有很多跟我父母同龄的人，好多的现在做过家长的人，我跟你们说呀，别走这条道，不好使，都看得出来，即使放的跟以前一样都看得出来，你把这个日记撕成了不能再撕的那样，生气我就。家长我知道挺想了解我们，可是越亲的人方式不对，造成的伤害是特别大的。我们就还有父母千万不要骂孩子，给孩子两下你也不要骂他，也不要伤他的自尊心，怎么着说孩子。我们在学校呀，校长骂，同学骂，甚至别的人骂，我们都根本就不当回事儿，都
左耳就进，右耳就出。尤其是一家长感觉上我们孩子跟家长不亲，不在乎家长，其实家长是我们最亲的人，我们不愿意让最亲的人来骂我们，我们就心里面特别难受。当家长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特别难受。你不骂我吗？你不说我坏话？好，我们就坏了，我们就拿些东西来掩饰，怕真正的自己让别人看穿，就掩饰有好多种，比方说抽烟、喝酒、网吧、酒吧、打架，甚至我是怎么掩饰呢？我们一帮干姐们是怎么掩饰呢？我跟大家说一下，真不好说，我们吸毒，我们玩那个去马多，他那种药是最低级的，最低层的一种药，表面是治头疼的、治疼痛的药，其实吃多了以后，它就是一种那种感觉。我吃过，飘飘欲仙，真的成佛了，飞起来了，不是成佛。然后特别难受，吃完了之后特别的痛苦。为什么吃那种药呢？就是麻醉神经，让自己不再理父母，不再这么痛苦，不再让父母逼着我们学这学那，不再干这些事儿。所以说就吃药，吃的我们就是天天的就是神志不清那样，什么事儿都想不起来，就是走道晃晃悠悠，眼前的东西也是晃晃悠悠，然后接着就玩，更往上玩，动的那个玩腻了，吃的都不管用了，吃八个都不管用，然后就玩那个安定，吃的更飘了，安定玩完了，玩那个动的兵，我就玩到这儿，然后就停止了，然后就接触成药的话，开始不玩了。如果我要再没有接触成药的话，我估计还会是下一步我们的决定，吃的我们身体更就不好。以前我们身体挺好的，也挺胖的。结果吃到现在90多斤，那玩意儿吃的根本想不到吃饭，想不到那一说，就为了掩饰，为了逃避父母，已经到了吸毒的这个成分。大家不要以为就你们，以为我的孩子特别听话，以为我的孩子没有什么，我的孩子特别听话，你学习啊什么，特别蔫儿，也不跟你沟通，以为他学习挺好，但你们要一定要把这个心提起来。我跟你们说一句话，因为我是初中出来的，我不光吃药，我还找这种药。今天孩子们大多数都玩这种药，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在学校玩一天，回家这个药症也就过去了，家长看没事，学校老师校长他都知道呀，你这孩子需要什么情况。我希望各位家长不要把孩子逼到这种份上。还有就是打架的父母，我在这儿说一点，我的父母呀是急性的，俩人然后结合到了一块儿，俩人天天的打，从我生下来他们就打架。哎呀，我那时候小，那时候上小学也是，我就特别的难受。然后有一年大年三十，我爸妈打起来了，打得特别厉害，就是天天打。我那时候小，我就害怕，我就找我哥，就跟我哥说，我哥比我大8岁，我说爸妈会不会有一天离开我？我说我有一天是不是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了？然后那时候我妈就跟我说，她说蓉蓉，她说有一天如果我真跟你爸离了婚，要好好的跟你爸说，然后妈妈会上来看你。我心里边就特别的难受，我不敢。
我不想没爸，也不想没妈，我就求着，我说如果我妈半夜，我妈跟我说，如果我哪天半夜我走了，我说你跟我都不要了。然后我就跟老天爷说，我说我要如果我都不敢睡觉了，然后突然不敢睡觉，坐在我那个门口，我就看着我妈别走了，然后。我就哎呀，我说我妈，你要睡着了，你一个雷，你踢我一下，把我踢醒了。妈来说，别让我妈走，别让我妈离开我，我无缘成为孤儿，我就特别心，这时间久了，这个心里边，然后就有，然后就害怕，极度的害怕，极度的恐惧。家长都不知道，表面上跟家长嘻嘻哈哈的，其实内心我特别恐惧，我怕成为孤儿。然后我就掩饰，就做一些家长不认可的事儿。还有就是，有的家长说，无论我跟孩子怎么沟通，这个孩子都不理解我们。不对，你们说的不对，理解，只是我们表达的方式错了。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过节，在我姥姥家吃饭，因为我们家是四世同堂，人特别的多。然后在桌子上，就是我没有学传统文化，也是心里扭曲，做事的方式跟学传统文化不一样吧。我就看我母亲旁边，她没有粥，我就担心，我说我母亲没粥吃饭，吃完是不是胃特别难受啊？然后我就盛了一碗粥，我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我就。不能让父母看出来我们疼他们呀，不能看。然后我就拿着碗啪摔着，我说喝，我说我喝不了了，我就这样。其实是我喝不了吗？我就为了让母亲喝碗粥，我就跟母亲这个态度。母亲以为我真喝不了，真就是这样连看就这样啪摔着，那家就我喝了，我就这么样。其实有的不要光看表面，不要光看孩子怎么造怎么什么，其实。我们特别的痛苦，痛苦都到麻醉吃药麻醉自己的神经，不愿让自己清醒过来那种程度。所以大家还说，96的孩子现在净讨论什么呢？讨论自杀。真的，我们经常讨论自杀。家里什么都给，从小什么都不缺，为什么讨论自杀呢？逼的，因为自己一点原因吧，也因为父母。逼我们学这学那，逼我们好，人家孩子怎么着了，出国留学了，就是你不用担心钱，你就好好学，你想什么，什么都想学，压得我们喘不过气儿来。然后就讨论这个自杀。我记得我初中有一个同学，他怎么自杀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他说我们前后桌是个男同学，也是90后，他怎么自杀呢？他就说，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愿望。我说什么愿望？他说。他以什么掩饰呢？他以网络掩饰，他玩梦幻是一种游戏，那分级的。他说我把梦幻玩到最高级，买瓶安眠药吃了。他说我不想活了。那时候没有学传统文化，我要跟他说，我说好呀，我说我现在给你买，现在死了。以前没有学传统文化，以为死就是一种解脱。还有的就说。还有个他怎么死呢？反正我是怎么认为的？他死他不是说直接上吊了，死那么难看。我们90后已死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凄美，就跟非主流一样凄美。还有个学生怎么死呢？他跟我一说，哎呦，我就感觉。我想这种死的没他那种凄美呢。他是把自己的血抽干喝了，这么死，喝血是吧？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已经心灵扭曲到爱喝血，就是我跟大家说，已经到快变态的一种程度了，这种心灵扭曲。我以前怎么想呢？我就想，反正也没人在乎我们，反正也没人愿意要我们，在班里的老师，老师不把我们当好人，把我们调到最后一桌，就等于放弃我们。校长看了我们躲着走，父母吧虽然疼我们，但是逼着我们干这干那，逼着我们天天做不对还骂我们。我感觉没什么人理解我们，
我就怎么着，可能原来经看那种神拉鬼的电视，我就有一种叫灰飞烟灭、魂飞魄散，大家都知道吧？我就想，哪一天我走在大街上，突然天就阴下来了，刮大风，我就升到天空中，我就整个身体都变成了空，变成那种灰飞烟灭，就那种，我就想这么死。哎呀，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这自杀对90后来说已经是一种热门的话题。现在自杀的人已经很多了。这是自杀。突然有一天，我母亲感觉不对劲儿，也是跟她在家也是骂骂咧咧的吧，在外边也是不回家，天天打架什么的，根本就谁都不怕了那阵儿。反正我想死了，能把我怎么着？然后我母亲看我不行了，要不行了，因为母亲学佛，然后也学圣贤文化，他就那时候他也是只是没有真正的学佛，他就想这个，哎呀，我这孩子都这样，这个怎么办呢？他就联系了跟几个学的比较好的老师们沟通，老师们把我送到了今年的5月份，5月13号，5月中旬吧，把我送到了山东济南。那有一个学习传统文化的地方，是那个参加那个幸福人生讲座，我不愿意去，啥幸福人生讲座，我说我现在挺幸福的，你像我们90后就把这个悲惨当成幸福，从来没笑过，从来没哭过，让我掉眼泪没门，然后就送到了那儿。刚去那儿的时候，我一看，他在山上，跟这儿一样，是在我那海口，还在那个半山腰，但是封闭式的，根本就气了就不想回来。4天封闭式的学习，我去了之后，我就想，越活越回去了。你说怎么就到这山沟里边来了？啥都没有，连个超市商场都没有，吃个饭我也难以接受，大白菜，拿水煮，那你不过就搁点油呀，你说，就这么样。然后，我心里边就想，我这地方还不如看守所呢，我就心里扭曲到这种地步。你在监狱待着，不愿看守地方来，这是刚去的，心里这么想的。当那儿的义工给我鞠躬的时候，就想90度，特别特别的，动作恭敬虚缓，特别特别的谦卑，给你鞠躬。人家都比你大，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人家给你鞠躬，我就想，我真的，我就跟我妈说，是吗？我说这个义工是不是都学过舞蹈呀？男的女的？我说这个腰这么短，我是鞠不下去。别说90度了，10度我都鞠不下去。我以前怎么是这样的？人家往前鞠，我往后鞠，傲慢的，根本不把人当人。以前你别惹着我，惹着我我有什么？然后就在那听课，我想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告诉你，我第二天给我想马上回家，我绝对不在这儿待着，因为什么呢？他跟我以前生活的那种方式完全相反，我就是个反例，比反例还恶，那就是不行。哎呦，这心里边我都感觉，哎呦，这心里边都不得劲儿，我感觉那好像容不下我一样，都是好人嘛，我感觉我去了罪大恶极一样。然后就听课在这儿，头一天听的时候没啥感觉，讲啥玩意儿啊？哎呦，就感觉老师讲的感觉让着别人啊，对别人恭敬，感觉吃亏一样，没啥感觉。到第二天听那个夏家老师讲那个不摇图，唱那个不摇图，我就控制不住了，哭呀，还偷着拿面巾纸在家里，还假装着说，哎，冻着，山里边真冷，晚上睡觉着凉了。我从回家跟旁边说，不是山里头真冷，着凉了，在这醒着。我在这说，然后就是心里边就不稍微的，就是有一种就是感觉不好的东西，山恶在打架，那心虽然朦朦胧胧的有这么点光亮。哎，刚下了课一睡觉，一听到流行歌曲啊，噔噔的，哎，又回去了。到了第二天，听那个蔡老师陆续的各个老师讲课，你不是说有我吗？我就感觉不行了。第三天感觉自己错了之后还是不认错，为什么呢？面子过不去，
我感觉，因为我以前在学校都拉帮结伙的，后边有人给那个撑腰，人家看你都躲着走，都感觉我怎么就能变得那么谦卑？不行，我愿意学好，但是这个面子放不下，不行。到了第四天，你看，我终于控制不住了。也听完课，听那吴俊峰老师讲，哎呀，我终于控制不住了，当场给我妈跪下，磕头。连那个昨天分享的两位嘉宾，连余杭老总、王华丽老总这么恶的人，连我最起码我只是伤害自己的身体，我不想说了，我没有谋财害命，对吧？小鸡小鸟的算啥呀？然后我就跟我妈然后道歉，给我妈三跪九叩，这个心真出来了。当时看我妈真是不顺眼了，我看到就生气。自从学了《弟子规》之后，学了《十年文化》之后，我就给我妈天天就跟在我妈屁股后面，我妈说以前没有过，都看着我，你老围着我干啥？我就说，我说没事儿，我说听着就行了，我说在后面走不行吗？然后就跟着我妈，愿意跟我妈在一块儿，那心里边想着，有父母真好呀，有妈真好呀。然后给我妈三跪九叩的时候，因为我妈快六十了，因为剩我是还是哥二十八了，比较大，因为剩我是最少要有个姑娘。这是快四十了，我妈今年快六十了，五十多了。我就给我妈跪下的时候，我就看着我妈，我妈脸上的皱纹，然后我就想，我说我妈怎么这么老了呢？然后跪下去的时候，看到我妈那头发上的白头发，就头这头顶都是白头发，心里边就特别不能受，当时哭的都，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当时也是有那照相师一看我花花的直出跟那水果一样，快特大镜头快拍下来，以后当成教材，这么快孩子能变好，你说别的孩子能怎么着呢？哎呦，我感觉我妈这些白头发是不是都是我造成的吗？那以后我再也不就是骂父母，就是一定要好好孝顺父母，就在那留下来做义工。在那做义工四天的学习，在那做的第一件事刷马桶。我从来在那儿都不一定要刷马桶，而且我在那个道场那儿也有佛堂，我在那个道场还耍心眼子，当时就明白我怎么着是个刷马桶，玩过流氓刷马桶，因为他看你傲慢，他让你干最低层的活，压抑这个傲慢的心，人家都是修行人呐。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说开玩笑，让我刷马桶不可能，毕竟咱听了课了，学了弟子规了，你不能拒绝老师啊。我说哎，行，我刷。然后我说老师啊，我说你跟老师耍心眼儿，你说旁边这儿佛菩萨，那儿他有道场有佛堂，我耍心眼儿。我说老师，我说你先走吧，你先回去休息。我说我刷马桶，我再去找您，我说再检查看我刷的好不好。他说哎行，说真。然后就说这孩子真好。啊，其实心里边这么想，我说你快走就得了，我这么想，然后就拿起来刷子，我刷了两下，把那么一拽，刷完了搞定，然后我就出去准备玩。一出门又碰见那老师了，他就说，哎，牛二龙，你刷完了？哎，我说可毁了，心里边打颤，因为我脑子快，毕竟跟老师做这么多年的斗争，一般老师他玩不过我。然后我就说，我说不是，我说那个马桶太脏了。我说去那个库房拿那个清洁瓶，我说我用手刷，刷的太费劲啊，这下可好，这老师说什么，这孩子真有善根。然后老师呀，看我心正诚，说我不走了，我留下来指点你一二。哎呀，这个后悔呀，指点真的用手刷，结果是真用手刷，连手套都没带呀，没带回家。
刷的时候，我还真感觉这是人干的活吗？然后我们就刚刷了得有半个多小时，我就感觉我怎么越刷我这个心不再浮躁了，越刷我感觉哎呦这个心越静，好像自己心里边那种脏东西那种污垢也跟着刷厕所一摁一摁的就把它摁下摁在下水道里边了。我就多说两句大家，然后说完这个时候我都感觉我这个心出来了，我都看着那马桶又静又亮，那我都能照在这个马桶上边，我感觉我怎么了，我也能变好，我不是所谓大家说的905孩子要不得呀，我能变好呀，我就开始在那好好的学习听蔡老师的光盘。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因为前几期讲座他们不是这种道场，他不能说佛祖这那的，然后我就把佛堂的卫生跟老师说，老师佛堂的卫生我包下来了，包下来了，我佛堂也挺大的，擦地用抹布擦，然后就是我当时擦的时候我也害怕，我说我要犯点错，我说这个佛菩萨我说会不会把我踹出去，我当时心里这么想，我心里边隐隐有种，我就害怕擦佛像，我就害怕，那佛堂在那儿去，我就这么擦，我就看了我说我是好心，我是毛巾哪是新的，我投了好几遍了，绝对干净。我说你别，我说我真心，那天特别热，因为我一天在洗两个澡，那就想我说这么热，我说你不热吗？不热。我说我以前太不应该了，我说我给你擦的，我说怕你热，我说擦的地也是，然后我就什么，然后佛堂里边有好多小虫子众生，以前我一刀给他擦了，现在我说菩萨你好，我说好好修行，好好念佛，我这么说，我自己有时候也买那个念佛那个计数器，没事我在那也盘着腿儿也在那念，以前没有让念佛，不可能，有的时间我还多就跟人打打架抽烟什么的念佛，不可能。我也其实我也什么这真理我有时候也是根本就不明白，我就好老老实实的念佛，我现在我虽然没那么高悟性，我也做得不好吧，虽然但是我有这个决心，我真的我绝对有这个决心，毕竟我年龄小，受污染也是稍微小点吧，不像那个我从最低的基层做起行不行，我从刷马桶做起行不行，我以后还是一种，我不管老师安排我什么任务，这自己学的东西太多了，什么都不会啊，感觉只会玩只会叫只会骂，然后我就说我从最低层做起，我说总有一天我会走进，现在我等于已经走进这个儒家的大门，佛家的道门，我只是大门，我只是自己这个没开智慧，就是业障深重啊，那个各位老师来说，我一定好好的念佛，天天我什么都不行，比如说我念佛的时候，我是自己的一小点体会，那甭家跑这个念佛呀，我就控制不住，我说你快回去，他也不回去，我请教，在山东请教过一些老师，他说你就别管那些念头，你刚开始修复的时候，你肯定会有这些障碍，他说你好好的念，你时间长了，你这念头会少的，我就好好的念，我以后就会好好的念佛，从那个弟子规开始做，我一定能做好，我现在怎么着呢，我心里边踏实，我不像以前是害怕恐惧，我快乐，这才是所谓的快乐吧。90后怎么了？90后我不也挺好的吗？我以后我也是一个圣贤，我有这决心呢。不是说90后的孩子教不好呀，是没人教，没有老师呀。我现在特别忏悔，我以前在幼儿园这么教孩子，我也学老师做老师的嘛，学教育，我以后可不那样了，我肯定要好好改过，争取帮助更多的人。谢谢大家。今天是您的生日是不是？你在这里要不要向自己的父母说几句话呀？我感谢我的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我知道我的任务不是吃喝赌，然后不是做坏事，不是跟所有的一切作对，我的任务是学习弟子规，好好的做人，好好的孝顺父母，踏踏实实的孝顺，帮助等自己有，等自己开悟那一天，去帮助更多的人，去帮助更多的人，给父母积点福，给自己积点福，不要天天的那个做坏事。我感觉我的现在感觉，任务挺重的，我感觉我就该救救我们这帮90后的孩子。谢谢。孝经里有一句话呀，叫做说这个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嘛。他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用掌声再次感谢刘老师的分享。有请陈老师这个说一说学习心得体会。坐在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学生。我在上一次也跟观众们讲过，听这些报告呢，我就是这个小刘老师的学生，这都是教育。今天呢是他的一个生日，19岁，这是重生了。从昨天的王芳丽总裁、余杭总裁，一直到今天的小刘老师，大家会发现，他们都不是因为学佛呀而改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学习什么呢？是因为学习很薄的这个弟子规，就是老法师天天在倡导我们，千万次在倡导我们去修学的这个根本，就是学佛有三个根本，第一个就是弟子规，第二个太上感应篇，第三个是十善业道经。老人家多次在讲，但是确实有很多人非常的执着，他看不起弟子规，看不起这个儒家的这些，觉得还是佛家的高还是这些这个佛经的更高级。实际上大家已经通过三位老师的亲身的经历改变，真正的看到了我们昨天呢跟大家所汇报的那句话，弟子规实际上就是华严经，它跟我们的这个人性跟我们的自信是相通的。所以大家呢真的我们不管多大的年岁，修学多长的时间，我们在对别人讲话的时候，在言语上，在行为上，一定的要尊重弟子规要学习和落实弟子规，这是我们学佛都应该有的一个好样子。因为三位老师呢已经给我们做出了这个榜样，弟子规有无穷的力量，它的力量绝不亚于佛经佛法，因为佛法呢是圆融的，一切法无不是佛法，弟子规也是佛法。好，谢谢大家。谢谢陈老师。那么接下来给我们分享的这位嘉宾呢，按照他自己的讲法叫做九死一生。那么他呢现在也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者他给我们带来的题目呢叫做死里逃生。所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康金盛总裁为大家做分享。他是有点紧张，因为以前呢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那个说过自己，也不敢自说。哪有在很多人面前说自己的这个不是出名的，不好意思。这几次呢胆儿胆大，经过这咱们大会老师的鼓励，各位同学的帮忙，有点难说，但是还是有点紧张，说的不好
非常的不好，请大家非常好。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大德、长辈、同修，阿弥陀佛。衷心的感谢又一次给我忏悔罪恶的机会，但愿我的分享体会能给大家以警示。我叫康金胜，是辽宁抚顺人，今年46岁。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把我以前所做的一些罪恶事儿忏悔一下，以警示人，并且呢，在这个里忏悔当中也说到几位我的兄弟啊，或者我的朋友，希望他们的罪恶之事也能够以警示人，也使他们的这个罪恶消除，因为什么呢？那天我在准备我这个讲稿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我一动念，晚上就给我在梦中的现前，我就知道，我想的就知道。那么呢，我说这个事儿，我就回想他了，愿意他们的罪障消除，能够得出善处，这就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呀，是做生意很早，大概20几岁，8几年做生意。因为那个时候吧，我们什么没有学，就学些坏的东西，恶的东西。做生意不做正经生意，就专门做骗人生意，骗人生意快。当初我记得，我们就从海南开始，因为今这回到海南跟大家有缘分，那个上一些假货肉，以充好，充真货肉，假的料子充真，找一帮以前做牵驴的，现在叫托，怎么卖布，一天也很少，很多赚钱，8几年时候一天赚几百块钱，也不少，7和8次，如果我的地方有人在，我就给他打靶，刀，什么东西都放着，打靶，天天几天就打一回仗，都在战争硝烟当中度过。还有砸帐子，因为这个双字我后天他啪，有些人学起，有人骗人。就专派老农民，这些事儿都是为了钱，获取钱。另外呢，我们吃饭，上饭店吃饭有一段时间从来不给钱，你给钱，1块钱，晚上饭店就给你砸了，大饭店都砸签单，到那打比一分，什么也亏的。我的一个朋友，我们大家一起去到饭店吃饭，吃完饭喝完酒了，他说你明天走吧，你明天走，他说后边那个老板一结账，一拍肩膀拿菜刀拿起来，上去找口一菜刀，这个老板手快给砍掉，你不在乎砍掉吗？再砍掉就砍脸砍脑袋，结果就走了，一天天做这些恶事儿。有一次我坐公共汽车，上车之后，那边还都现在投币，下车买票，下车，那个卖票员跟我说，就1块钱，拿票，我换着手就给一下子，完了转身走，不要卖票，我保证给他们。这是哪是这是哪人干事儿？一块钱都不值。跟人做生意，做门
有一次我跟个朋友上南方去就上服装，在日本旧货，我们一个人上了一包，后来这个东西邮到了我家，我把这东西打开的时候全挑的好的，我把坏的给他塞进去，后来人就朋友发现了，跟我大发一个急眼。当初因为我也没想那么多，反正我把你东西拿了再说，这是我的正事，骗别人坑朋友是不是？因为什么呢？我自己想了，这个非常意思，这钱不愿意花钱，从来没请过公司，我常想啊，这钱花了不就没了吗？没了我没了我就花了，听不明白，你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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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舍。那个因为这个，因为现在听那个车上人讲，听牛知道财不行，那个财呀、啊、是水呀、啊，你花完了你记得，如果你不花死了，这些都是。因为不明理，不没有学佛，没有学传统文化，是吧？很惭愧。现在想起来，就是都太痛心疾首，后悔。有一个朋友不结婚，我也去喝酒，喝酒，说几句话过来，我拿烟头烟脸上烫，也有几个人，好几个人。有好的踢好的奶子，能停的。后来我听说，有其中有人拿着大石头，照我脑袋砸死，他打给我打地下，有人一推。如果当时没有人推呢，那我的脑袋就碎了。今天也不能在这里给大家分析就分享。还有一次。我在我们那里的一个地方在花园，我走到南站，也就是500米的时间，有一天赶上下雨，我打着伞，看到有个小两口打伞，我看伞挺好，我把我的伞，我上去给他们一个打，把伞抢过来，我把我破伞给他。年方少勿饮酒啊，饮酒对身体好。这一道我走到南站，总共有连单人的夫妻俩，能有五六对。后来人家好几三个人去上派出所报案，我还把男的晃走了。那个公安局来了，把我抓住了，还抓住我不跑啊，跑路，给我弄派出所，派出所。你看我这样，你当时我们也有人嘛，一说把东西扣肩上走，其实那个事儿就够下来了。但是我也很后悔。还有一次，我坐出租车，因为我脾气暴躁，我的特点就是全身心都脾气暴躁，我要跟人说话，急话，我没有跟人骂仗的事儿，就这么。我打不过你，你打我。有一次坐出租车，那人出租司机比我高，比我岁数小，比我还高。我问多少钱，他管我要多了。他说你坐不起出租车，别弄。我说他不来，你说我下车给他闹出来，我两下我让我一下抡倒。我拿个大砖头，大砖头力是大，这么大，照脑袋我就砸。或者当时可能一恻隐之心，我就那啥，我转身我就走了。走了，后来走不远，他追上来了，拿一个螺丝刀，就是他又有个刀，啥的，照我给我两下，给我一下，我当时一躲呀，冬天的领导热，给我两下。如果当时是刀的话，那我直接就，他也很气愤。脾气很暴躁，我当时因为没有回头，当时我拿着砖头，
以我的性格，当时我就他跑，我让他站在我身边，我一转头就扔倒。但是他们确实骑车不行，没有打，我打他们也就完了。我给他打死了，我能活？有几次？就是当时我发了病，我说我谁要打我，我就给他整死。脾气暴躁，后来这个因为这个每天呢打人，打架、喝酒、毒人、坑人、骗人，有好多人想好这事儿。每天今晚害怕，一个人待着害怕，哭。睡眠不好，晚上睡入睡困难，早上起来三四点钟上个厕所睡不着，胡思乱想，恐惧。哎，那个时候吧，恐惧三天两头呢，公安局就把，记得有一次把公安局把我抓起来以后，因为打架，其实我夏天呢，给我扣上之后，等着晚上一宿。那大蚊子把我咬的，还有不咬？你现在想起来都难受，扣一宿，遭老子遭小受罪，公安局管你那事儿。后来也是这个事儿也够给我抓了判决，后来也是赔钱找人也放。有一次因为惊恐嘛，害怕，天有一次在家睡觉。晚上早上起来，五点钟夏天，我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听到之后，我不由分说，我开开窗户，突然间开开窗户，我就跳楼了，从三楼跳下来。完事儿我三楼下面有个煤棚，跳房，我跳那上面，我给拎过来，当时我就跳下去，我往那边跑，正好对面来了个人。刚才从楼上掉下来的人，是你啊？你以为是从那儿楼上掉下来的人，那我就跑了。跑了之后，我让我一个朋友去打去，我谁敢抓？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告诉我，原来街上我说过一个妹子，我就每天惊恐不堪。这个后来做生意开公司也不顺。那时候啊，不是怎么你说的老中的事儿，几天就算命，老去算命。哦，那个时候好，什么法正好，这个斗闹堂结婚记，邪不邪邪问老问这些事，你算命呢，没有什么用。现在想起来，那边就寄希望于自己的命理算命，也不知道怎么那样嘛，对吧？没什么希望了。其实我们都想好啊，我们都想过好日子。我们都想幸福啊，有钱啊，这个平安啊，但是呢你确实是没有办法，不会不知道怎么做。这个突然做生意开公司，这个花豹，这是花豹，花豹现象。怎么现象？因为我以前我吝啬嘛，抠老占人便宜，别人的钱到我手里肯定你想完全拿着都不可能。开公司常常有困难的了不得，就是包里有时候几块钱，有时候几毛钱，刚有钱那就是那个质监局的，还有那个税务局的、工商局。那城管的什么就来收钱了，把我给拿走，一天把我搞得给我把我搞得心里非常难受。我说什么生意？但我想起来以前真的是，有几次，因为那阵我已经接很多，但不会做，怎么办？也不太做，
因为我觉得孩子心里吧误了太多，哎，形上面可能就是那个效果就小。我那个公司隔几天居然跑居然撬门一回，有一回我在屋里，因为我听师傅讲经之后，我把师傅讲经的碟放地上去，放光碟很多 VCD 放着，连 VCD 在电视在光碟全都不好，一连着三次。后来我寻思，我这心里我确实很不舒服，我说怎么搞？那更有甚者，有一次我新买的一个月一台车，跟我门口停的，冬天半夜，我那两个装卸工回来以后就帮我轮住，半夜他们12点回来的，据说下半夜这个车大雪天的，我们这车有点强，就是说能偷车的把没有钥匙的把里面那个什么打火的得用那个线拔出来打，而且那个大雪天一个两人车，而且他那个如果能打到火门口也能推上，听着这个车就被几个人推到前边去，不远那大雪天了，我想最好的三五个人就收走了。你说你说这个车和公司门口里头有人也偷走了，你说我的心我说就是我就是当时觉得也当时也明白的国报，因为自己的命车偷了种种国报，国报现在国报将来国报更惨烈，我想对不对？这些事儿想起来都是很难受，很让我心里就是非常难以忍受，我再也不做这些事儿，哪有这些这个也有这些恶事现前。但是呢，我恶事现前的我会因为学佛有些智慧会化解，会明白，会理解，其实得好处。生命的事儿，就是最好最高级事儿，我觉得就是你有智慧会处理你所面对的所发生的一切事，会处理。你处理了，会处理了，会解决了，会面对了。不太起这个恶心。如果搞以前，我做的时候肯定要偷别人的，我不会吃亏，我是偷两个。但是有的时候我就忍了，没有办法。不是学佛真是太舒畅，使我一点点我的恶报消了，你再消不来了。这个无量这个太上感应篇讲了。夫妻起于善，善随于为为，祸于远离。夫妻起于恶，恶随为为，福于远离。真不假。哎，下面我再说说我的，那个兄弟们的事儿。我家他哥五个，我是老三，我大哥呢？是七七年全国第一次高考，他就考上了中专，非常有才学，文笔好，长得也漂亮，我是在我们家长得最难看，那个非常有才，他就后来考上中专，后来进修到在东北师大进修，后来有几个大学的。但是我大哥学文化很傲慢，而且心非常脆弱，这是有支持的。如果你学不学圣贤的教诲没有用啊，只是生存的本领，解决不了你重大问题。因为我们哥几个吧都很作很闹，他很担心老大很脆弱，但是他有一个什么爱好，好喝酒，天天也常常喝，因为很多事儿让他感到承受不了，用解消头酒消头，就愿意变成酒依赖，
学无赖怎么办？这个吃苦上班，那个后来那人大常委会工作，这个综合处一个科长，综合的好。当时他在单位里，他是管理，他是谁呢？他是第一提干的人选。后来就因为喝酒，他文章写的非常好，这个他一宿写几千字都不太敢。人大领导啊，就开人大会的时候，人大领导发言领导，他写的，写完之后他说不用改，人大领导不用改，非常非常好。后来呢，就因为喝酒，渐渐的这个就工作常常是回不去了。最后我决定给他送到精神病医院，因为什么？喝酒喝的都在家里起不来了，傻了。到精神病不喝酒，戒酒马上好，几天就好。一来二去的如此，单位的不上班，就要退休。后来呢，因为老常常那样，他那孩他老媳妇过了二十几年的妻子离婚，房子也给，现在变成了无家可归，在医院里，很可怜呐。我很忏悔，我没有能力帮助我大哥，我其实我大哥人心肠很软很好。哎呀，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学习传统文化，没有学佛，不懂得学一些生存本领，学些技能，没有用啊，解决不了问题啊。我二哥，这个88年时候被人打架，人家给他拿个重伤撞了他，我偶然间看到了，我当时我也在场，他几刀给人囊死，几刀就给囊死，他为啥囊死？囊大动脉也不死了，我跑了3年，91年时候在南方被公安局逮着，判了死刑，后来几经我们家这个找人呢，到北京打官司，最后。有活口吃饭，有去年也回来已经50岁了。当时我们都很年轻，如果觉得能学传统的话，学佛，学习这个，我们也不会走这条路。很后悔，今天我是人生最好的时光，在那里度过。这就是很悲惨。我两个弟弟，我的四弟弟。像因为我们哥几个在城市都非常有名的社会上，这个咱们讲铁面的，非常的这个这么说呢，这个这个怪不得挑战。我的四弟非常那个在社会上争强好斗，也特别喜欢女人，好搞女人。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做的，后来吸毒呢，这个染上毒了之后呢，就没法好，这人就完了，也没有自己下一秒。有一次在他们家，就是咱们在我们市里有一个和有一个叫天风八大的，跟那个迪巴玩，一偶然有一个有偶然的一个事儿呢，也是帮别人打仗，跟对方有公安局的。他们那边不少人，给对方一个公安局给打死了，脑袋都打脑浆都打出来，拿保龄球砸了，打急眼了。后来他这几人都跑了，他这人都跑了。过了1年多，就给我弟弟抓到了，到海边了，天津承认了，最后送到铁岭监狱。他有病吗？他说有病。我们去看了几次，这个人死之前呢都有预兆。我头一个星期有去。一进门我就看他眼了，真的，这人死就有预兆，确实。但是当时我啥也不能说，也不知道。过了一个星期也知道是的。后来我去了，到铁岭监狱，给他放了一个地窖一个石板上躺。我当时去看他非常难受，我的弟弟，年仅34岁。也没结婚，也没有一子，死了之后，死之前我们一个就有个对象没有，
他从那时候走豪车底下去，太悲惨了。我想起来跟我呀，你非常难过，给你三十四岁。想想看，他如果学能学佛学成佛的话，那多闹，他也想好啊，他也想安稳的。当时我劝他，我妈劝他搞个对象，但是他不怎么安，一路江湖身不由己啊，很难。死，就死时候火化的时候，公安局还看着他，他就觉得公安局说死我都不放了，死都不放了，再接着火化拿回来，那个确实心里悲，三十四岁死了。我这样，我妈才这样，我的母亲什么样？很可惜。如果他想，他当时了解了传统文化，学佛能改变命运，也能得到丰盛的美好的人生，也能有家，也能挣钱，也能够受人尊重，他不去走那条路吗？不会的。为什么我现在大辉老师就是鼓励我也出来分享这个家里的事儿，就分享一下以警示人嘛，我说我说这就是让更多人知道这子路不通啊，最后除了死就是亡了。这还不算完，我努力也是气足好吃懒做，没有正当资，最后有一次喝酒喝很多，好喝酒气多喝酒，再一次2005年的时候，中午跟几个朋友在饭店喝洋房，一句话没说完就倒地。当时朋友给我朋友打电话，我还不相信，后来到时已经到医院了，他们给送到120，120次给送到我们这里的一个中医院。当我一看身体黄硬黄黄硬，我心里啊，我说这位先跟我妈俩人先死去，我母亲死的时候年仅37岁，也没成家，啥也没有。这个原因，是我饿呀，饿得慌，做饭不能用，做饭不能用。老人看我，其实啊，我比哥几个没有好哪儿去。我说你饿的肚子上少，我今天能够活下来，我想上天留我一命。也是，不感恩的，感恩佛祖，感恩老法师，没有老人家教导，我也还做那成哥事儿。我不是被人打死，是给人打死。我娃没给打死，我脾气比娃儿还坏，我手比娃儿还狠。我也没病。怎么样？怎么能让我感恩呢？像是我妈，70几岁，这个面对如此的打击，我儿子还学佛念佛，他们劝儿女是债，不债不来呀，怎么办呢？你念佛回向他。
同样的一个儿女，你让他保住吗？再说说我的朋友，我有位朋友，这人呢，非常哪吒聪明，这个规矩呢，当着大家的经理，他因为他是国有企业，能挣钱，那都很好。那天我说他的事儿，因为很好，我说他的事儿，我一碰面，晚上就坐上了。突然呢，对我吓一跳。我也说今天我所以说我说在这里，我说他就给他消除业障了，因为他的那些事儿能激励我勇猛精进去修行，我成就有保证。所以说我能保证，就因为这些人是我所做的这事儿，我对待他们那些人事激励我的，所以说。他们也跟着问，我也已经坚定信心，一定不能再搞轮回了，太没意思了，人生真苦啊，有什么意思？这些恩人也实实在在。今天我们能闻到阿弥陀经，能闻到无量寿经，能闻到阿弥陀佛圣号，今逢师父。遇到好人，我一样不讲了，总该遇缘不同了。如此好缘分，好老师，好同修，我们大会老师，我们各位同修提醒我们，不成就，那你我讲了，人呢太愚痴了，白学了，再不能来世。那天我跟大会老师探讨。再不能来世，再看到无量寿经，一诵地藏经，哇哇哭了，没有意思了，再别搞这些玩意儿了。我那个朋友，哎，也很孝顺，对母亲也很孝顺，哎，给他妈看看吧，给点钱儿，哎，他妈他看见挺难过，吃素，上到姐下哥下屋，但是这个人。好色，怎么好色？歌厅小姐、澡堂的小姐，他班上的同事，他单位领导，有点姿色的，看着点有点用的，就全都帮忙，甚至不能藏着地点。有一次，我说一说点这个事话也不管不管的。有一次，他们灯亮了。我看大小玩意儿，我不看他们走的那里跟女的跟个同事来跟你完事儿，不看他们的赌好赌赌博成绩还往赢钱，常常几个人打火骗一个人十几万几十万骗子，这个有一次，他们到那个铁岭那个到长春办事回来的时候，在铁岭那个横道河的地方，车开了，这时候那时候有滴滴滴，他堵了，在抚顺大酒店，有人打他打电话，这个三缺一一劲传，他着急。那个别人开车看不到，因为他当时眼睛近，不能开，晚上不能开，别管我开，他拿着车就开，开正好一个很一个树很小的车撞树上，一下就掉轱辘下边去了，轱辘下边这个方向盘撞胸给胸撞瘪了，当时他并没有死，哎，他告诉他打电话，那边也有手机，打电话，后来他跟我幺二零来了。没有到医院他就死了，年仅42岁，很保守。死的时候他不敢告诉他妈，不敢告诉他妈，他妈因为不信他了，当时告诉他妈，他妈会疯的。
您说，哎呀，他不知道人和土的过来，他要知道他也不会这么多的。他只知道他说这个邪淫和赌博就是进行死地，就是你短寿，他能去做这个不能嘛。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我用华经典，我把这个传统文化多少传播一些，我这个很精进，就是想看着这些中国的实际上按我们个人的我自己本人的这个身心。再给我点时间哈，再给我点时间。就这样四十几岁就死了，走完人生，留下他的孤儿寡母，孩子也不大，他的妈还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以前跟我们很好，他做什么打起来什么马圈，这不赚快钱马圈，穿军大衣，他两口子去把券，这个马我也不会把，人就把给你钱，你给我把你给你很少，骗了钱，还挣很多钱。哎，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小儿冤枉多少人，这么得来钱，坑人害人，能有用。后来这个朋友到来吗？我们跟他一起到过南方，我领他去，他还接触一些新兴事物，觉得挺好。后来他自己去，自己干什么？贩毒。贩毒当初贩毒挣钱，当初挣了点，后来呢不过瘾，贩的多好，当时可能一通激将，被后来被广州市禁毒支队给逮着，逮着了当然枪毙了，判死刑。判这时候我听说他那个媳妇儿找律师给他打过去，保佑后来没办法，最后终于枪毙。听说他的媳妇儿的孩子到南方把他骨头骼捧，这什么心情啊？